来看到新的环境发生两台火车修对龙以外，有一台载着300多名乘客的客运火车和货运的火车修对龙。啊，阵啊，这车厢排练也够倒火的修，起码知影讲，项目已经造成26人死亡。啊，火车修对龙以外，现场真混乱。啊，排练的火车车厢差不多凹住90度，但是发生所在嘛，因为这火烧拢是烟。啊，这是伫这半暝啊，有一台位置红眼顶驶去北平的客运火车，伫红眼顶以北380公里配潭附潭配附近，含一台这货运的火车烧对龙，因为两边火车损害拢真严重，要拖要救的速度有哪正慢，即马还够人吊伫内底。现在的消防单位估计死伤人数恐惊还够千万。